雷神克里斯·赫姆斯沃斯正式将在本月19日与钢铁侠罗伯特·唐尼、绿巨人马克·鲁法格以及洛基、汤姆·希德勒斯顿到上海宣传漫威新作《复仇者联盟三：无限战争》。这部电影集结了钢铁侠、美国队长、雷神、洛基、蜘蛛侠、黑寡妇、奇异博士、绯红女巫、黑豹以及星爵等超过60位超级英雄，其中以24孝出名的锤哥趁还没有出发开工，在家乡澳洲参加爱女的游泳比赛，看比赛之余还不忘亲一下自己的宝贝女儿，满满都是父爱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